全球历史最悠久的化妆品牌之一日系资生堂于日前正式推出2015春季产品组合，其中包括采用全新技术制造的护肤防晒产品。这项组合除了以资生堂最新的护肤和彩妆产品为特色之外，也为资生堂现在系列产品增添更多的色彩。根据资生堂市场行销副总裁表示，防晒产品是资生堂最受欢迎的产品系列之一，在亚洲市场更是备受推崇，因此也迫不及待要让顾客体验更上一层楼的护肤技术。资生堂下一季的最新产品包括以全球首创对保护皮肤不受紫外线功能伤害的 Wellfrost 科技制成的防晒品，另外彩妆品也推出质地轻盈、不易脱妆、能够长达16小时保持清新完整、无痕不褪色的妆容。资生堂产品目前在精选专卖店出售，详情可以登录 Shiseido 网站寻找您附近的专卖店。中网电视编辑报道。